大家好，我是李主任先生。COVID-19 病毒动飞测验，注意防晒是预防测到，避免重症亲友好的方法。提醒，抢头身体调伏的时间去注意防晒，最好的将流头现场了15分钟。黑工是认真注意防晒，也是配方注射，有急性过敏反应，就要流头现场了至少30分钟。足够后，黑工经发烧超过48点钟，有鲜明的过敏反应，也是足够后28年内未调拿通道动离开。调息困难，脚又肿又痛，皮肤充盈又出现点样的一条，请家家去本身上看。韩国公司是足够 COVID-19 疫苗，足够后还是要正确洗漱。戴嘴眼咩？莫多多人强下，确实做好防疫措施。诶，强下来，事故大家的空间。